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雅各是圣经当中一个我自己，其实我从他身上学非常多的功课。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青年才俊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认真的去努力，然后一步一脚印的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当然有的时候行不由径，做法不太光明磊落，做法是诡诈的，是用自己的小聪明在那里去跟别人斗。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呀，他也很努力啊。可是像雅各这样的一个人，很容易自我中心，活在自我里面，因为他知道我要什么，他知道我需要付什么的代价，他知道我需要应该怎么样努力，都是我。像这样一个我的人，用很多自己的方法去跟别人去争取去夺，这样子一个人真的很容易活在自我中心里面。我看到在创世纪第31章里面，他跟他的两个太太说，他跟他的岳父，也就是他的太太的爸爸之间的这些恩怨情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像这样的人常常自我中心到只看到自己的努力，只看到我的好，只看到对方对不起我，却看不到我也有问题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哎，其实我是尽了我的力量来服侍你爸爸妈妈，我是很认真的哦，我是很付代价的哦。是，他的确是这样，因为后来他面对他岳父的时候，他也跟他讲，我是很努力很认真的，而你们的爸爸却不是这样对我，你们的爸爸呢，欺骗我，欺哄我，十次改了我的工价。他会这样讲，当然不是十次调薪越调越高，显然就是十次调薪越调越低。哇，这也是这个岳父他记得很仔细，十次每一次我都记得，那一次因为什么事情他又把我降薪了，他又把我降薪，又把我，他算得非常仔细，谁对不起他，他算得非常仔细，记得非常清楚。但是他自己呢，他用诡诈的方法去把他岳父的这些财物给骗来，给弄来，他却一句也没有提。当一个人活在自我中心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容易这样，对于别人对不起我的事记得非常清楚，对于我也有责任，我也做错的事，却常常忽略不看。那个忽略不看，不是不知道，不是忘记，是刻意的，我就是不想去看那些事，我不想想那些事，我不想提那些事，那些事啊，那些没有什么嘛，大家都是这样。可是他对我的对不起我的事，却记得非常清楚。我求主今天提醒我，也提醒你，也许你也正活在一个很深的愤怒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对我非常对不起，那个人做的事情恶劣极了，但是我求神今天光照我。光照我们，会不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有我的责任？如果我看不到自己的责任，我永远走不出那个愤怒。祝福你看到自己的责任。